Hello，各位粉丝团的朋友，大家好。今天下午呢，要跟大家做安装介绍的车种是 Elantra 的 MD，这台是应该算后来有小改款的 EX 版本哈。动力的话，这台是1.6升，1.8的，不好意思，是1.8哈。然后前面的悬吊系统是麦花臣，后面的话算是一个拖曳臂短行程的结构。后来的新款的 AD 呢，它的后悬吊系统呢就不太一样哈，尤其是 AD Sport 版欧轮版的，后面就改成是我在直播。前面的话是麦花臣的悬吊系统哦，前面的话道路板我们是配置了7公斤的弹簧，那它的上座是藏在上饰板的下方，所以要调整阻尼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饰盖，这个饰盖呢。稍微往上掀之后呢，才能调整得到阻尼。阻尼的话在这个地方，顺时针的话变硬，逆时针的话变软。那这个的它的我们有附上座嘛，上座的轴承呢，我们所使用的是日本口釉的轴承，所以这个的耐用度呢，相当的不错。然后用料的部分哈，前面的像前面的弹簧公斤数呢，是用237公斤。那选用的是意大利一整桶进口的 IP 的阻尼哦，油封的话是使用日本 NOK 的油封。那这里有一个离仔串的固定位置，这里有一些油管架啦或者是 ABS 感应线这些都是比照原厂的固定位置。这一台的前悬吊其实没有哪里有特殊的地方啦，那最主要是后悬吊的部分好不好做的重点呢，其实 MD 的话是在后悬吊预计这台车高等一下大概是会落在2尺幅左右，所以这里也差不多是剩下2尺幅。那也就是说呢，这台车 KD 的道路板设计降到最低的话，差不多是轮胎的上缘跟叶子板是刚好大约是切齐的。这台是Elantra 的 MD 的前面，轮胎的规格都还是维持原厂的轮胎的话是205/56。这是原厂的规格，那预计呢，车主以后也会升级成17寸的。那17寸的话呢，一般是升级成215，4517。Hello，嘉玲你好，这个是 Elantra MD EX 版本，这个也有大包所以整体的造型，如果把车高呢降低下来的，也是相当的好看，非常的流线这有大包。那后面的话是左后应该已经安装好了这是后面的它的弹簧，原厂的弹簧。然后后面的这个是前面的筒身，不好意思，我把电风扇切的这个是后面的，那前面的话呢，这 BNC 的上座不用再使用原厂的上座，我们都有附上座。这是。EX 版本，这个是后面的阻尼桶，这是我手的比例所以它的后面的行程呢，其实原厂就还蛮短的那我们来告诉大家说，这一台最主要是后面的悬吊，那要怎么样的设计跟改装呢，才会兼顾到好坐操控的话也能同步提升。那后面的弹簧我们所搭配的呢是比较长一点的规格，210mm。21公分，公斤数的话是4公斤那它的行程的话呢，我们是做到119。它的后面的避震器在这里阻尼调整机构的话是在上方这里的话拍不太到是在上方这里，所以它可以看到呢，它的行程呢是做了蛮长的一共有大概快12公分左右所以它的行程长。那自然的呢，它能做动的范围呢就能比较大。我们的设计是把这里看得到比较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呢，我们是把脚管呢有把它外移，所以它的筒身能够做动的行程呢就会比较长一点点。那弹簧的长度呢也有拉长，所以整体的舒适度呢，在行程跟弹簧的行程两个都拉长的前提之下呢，就能够做得比较舒适。所以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后面的脚管是有外移的，所以它的行程呢能够拉得比较长。
有一些其他的品牌哈，行程只有做大概60甚至是70左右啊，那这样的行程在以人传 AMD 来说的话就不太够。要竞技的设定当然是没问题，但是要兼顾到舒适的话可能就不太有办法。所以这一台车的最主要的结构设计呢是在后面的行程。那这里有一个调整机构，这个调整机构哈是取决于后面的车高。最低刚刚有提到过了哈，最低大概只可以剩下，如果205/56的话哈，它的最低的话大概是可以到达半指幅左右。今天的话也预计大概是2指幅左右的车高。这个后面也有改了加大碟哈。所以后面的安装特别的技巧呢，这个安装还蛮简单的了哈。最主要的技巧呢，就是不能把筒身呢调得太短。一旦筒身太短之后呢，它的弹簧就预压缩过多。那预压缩过多造成的公斤数变高之后的细微的碎振处理就没有办法做得很完美，就没有办法做得很舒适哈。所以后面的调整呢要特别注意，它的弹簧呢千万不能压缩过多。所以这台车的最主要的重点呢，就是在后面的避震器的作动行程。OK 了哈，好，后面也已经安装好了。这台拆装其实还蛮快的，但是前面的部分的话，就需要把饰盖哈，把这个饰盖呢稍微要拆掉，才有办法拆得到避震器上座这三颗螺丝。它的阻尼调整呢，前面的话是在这里哈，后面的话是在后面筒芯的上方。这台是 Elantra 的 MD 款。这一代的 Elantra MD， 后来应该是南洋，对不对？南洋把它国产化之后的销售量非常非常好，应该是三洋，南洋。这是 1.8NA 的引擎。原厂的话，前面的车高大概是30幅左右，后面大概30多，所以今天预计降下来大概剩下20幅。后面已经安装好了，我们要准备上拆了。前面的话，只有剩下一些微调的部分。如果你有开粉丝团的朋友，如果有刚好看到这个影片，或者是影片的话，我们也会上传到 YouTube 上面。如果有刚好开这台车，你有任何的对产品、KT 产品有问题的话，那不用客气，请跟我们联络。或者是说有需要试乘的话呢，我们也都可以为你安排。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